一位去到泰国嘅宣教士，因为上帝感动佢，毅然放弃香港嘅高薪厚职，带同家人去到泰国过宣教嘅生活。面对陌生嘅环境，佢哋一家人点样适应呢？而泰国嘅宣教工作又有乜嘢特别呢？为主疯狂的宣教士，10月11号星期六晚上9:30。